嘴片真人版美少女战士该谁演？他靠气场挤掉黑。跪求这卡斯。日本动漫《美少女战士》是不少七八年级生的回忆。若推出中文真人版，你最期待谁来演 ？YouTuber 娜娜大师与友人隔空交叉比对，将侯佩岑、孙燕姿等大咖全列入候选名单，点出除了女星田丽因气场艳压群雌，成为冥王星的不二人选。天王星的双角色一直更意外，让演艺圈的女星凑对，高颜值霍峰根本是收视担当。经过两人三番两次的激辩，舒淇以艳丽特质扛下火星担当大嫂团，陈维玲虽已做人妻，却凭高马尾形象抢下木星代表，横起掉李明和隋唐。而赖雅妍及 Melody 这看似较少往来的组合，却在天王星需要姊妹公主之时合体，以高颜值挤下李明一级蓝心湄的明星配，让娜娜笑称这样收视应该会更好。至于娜娜眼中的傻妹月光仙子，交给有相同气息的凯乐问拿，超荒谬对话，连娜娜自己讲到狂笑不已，网友不仅吃瓜吃得开心，也笑呛会收到来自各行星的存证信函，想必这戏真如实开拍带来的少女旋风当真光想就怕。